定要 Seven 的好坏二选一。嗯，看起来很好玩咯。对啊，闻到味道了。嗯 ，Go， 开始。Go， 耶！耶！开始了。第一关开始。让你选。你选好了。我不看。我选这个好了。好，打开看看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我们的是卡迪娜三星葱口味的饼干，但是要加黑胡椒。这是巧克力。好，开始吃。这是黑金刚的哦。哎呦，加胡椒哎，加胡椒很如何呢？哦，还蛮香的，蒜心葱口味，嗯，很香哎。嗯，好，有点想吃。加回胡椒，试试看。它有一股浓浓的花生味。对，那个黑金刚花生。哦，它这个味道都很三星葱的味道。那个味道好浓哦，那个三星葱味道好浓哦，很像那种吃。赞。好，下一关。好，第二关。好。嗯，因为我输，我要先。还是选这个好了。好，我选这个。对对，选这个。好，看谁可以吃饱。重重的。哇耶！我的是三角饭团。我的是要两个加在一起还是？对，双果汁。两个果汁加在一起。还 OK 啦。看看喝起来怎么样？味道如何呢？好，爸爸来打开。好了，先享用喽。爸爸用了，爸爸用。加一点点就好了。不会啦，我选这两个口味。奇异果汁加哦，味道草莓哈尼，莓果的哦。先看，酸酸的，综合果汁不好喝。再喝一口，啊，再一口，老干，嗯，好吃哦，啊，好烦哦，享受美食，在面前吃，哎，然后下一关 ，Go。好，来喽！来选，蕾蕾先选这个。好，这个。好。打开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哈哈哈！懂。不是这个。蕾蕾的是鲜角红龙奶茶，红茶加乌龙，叫做红龙。妈妈的是烤鸡加辣妈。加辣妈。这个很辣哎，太辣了。刚才爸爸东西掉的时候叫咚咚咚，我就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的，爸爸你，红茶加乌龙奶茶，味道如何？应该很好喝。它配起来有点像珍珠奶茶，辣粉、辣味鸡腿，我已经加了料，辣的感觉，对啊，辣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加这个，哦，好辣！好，这是游戏，阅读读书，下一关 Go。好，开始了。啊。刚刚我吃到辣的，所以我选
动。来，打开。啊！我是吃可乐狗。可乐狗是什么？大肠包小肠。烤香肠口味。嗯。这里的是巧克力派。哇。哇，你的那个很好吃哎。对。哇。草莓巧克力派哎。好吃吗？真的有那个味道。烤香肠的味道。对啊，香味好浓哦。要适应这只，很特殊的口味，不知道是香肠还是在吃可乐果，因为味道很像啊。好，下一关。那因为东西太大放不下去，所以呢，里面有一个是有放汤匙的，有汤匙的是就可以吃 Seven 的海鲜焗饭。嗯，好，来选。啊，不知道选哪一个。好，快二选一。这个。好，我们选这个，看哪一个是有汤匙的哦。你吃这个哦，来准备，打开。三。耶！妈妈有的吃，奶奶吃糖果。对，你吃。妈妈吃中餐。滋润喉咙。谁猜？滋润喉咙。我的好香，好好吃。这是新口味吧？没看过这个。看我吃一下嘛。哦，让我一下嘛。哦，总是要让我享受美食。这个是海鲜起司焗饭。里面有虾子、蛤蜊、起司。还有一个起司，三个加在一起。哇，超好吃的感觉！两个，这里的是龙角散香柠草本喉糖，什么味道？嗯，那好吃哎，赞啊，好好吃哦，太美味了，赶快盖起来，盖起来味道啦。加多少？好，下一关一样，选哪一个？让你来选吧。好。选中汤匙有的吃。双拼起司奶香焗饭哦。那个。啊！准备打开看看。不要不要。这个是葡萄软糖，还好啦，而且是 QQ 酸酸的。双拼起司奶香焗饭，耶！要是我焗饭，太好了。吃两个焗饭不会腻哦。不会不会，一点都不腻，太好吃了。好香的焗饭，对，超香的。赞！可是我都没有吃正餐嘞。哦，好酸。可是你爱吃酸的，那我弄一下给观众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好吃哦，给你们吃。好，换我吃。你们要吃吗？嗯，可以。嗯，被惹到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是脆肠。我为什么要开？哦，我为什么要一直吃啊？好酸哦！好酸！为什么不知不觉都一直吃啦？哦，给我有一点酸糖。今天游戏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很赞，对不对？吃酸的很棒，对不对？我反应没有这样啊！好啦好啦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怎么样？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始吃了。哎，你怎么吃？
吃的这麻麻的。先吃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可乐果好酷哦、喔！香肠口味的。对啊，很酷。鸡腿。